各位观众朋友，真欢喜你拨时间收看即个节目。咱也伫讲张七龙先生安尼兼差真济人会熟识，讲到詹金枝女士安尼较少人听过。詹金枝女士第是张七龙先生娘阿姨，第是伫家族受难了后，将规个家庭甲伊照顾起来。 真值得咱来笑念的一个女士哦。咱嘛会当看见伫台湾的社会内底有真侪负责人，其实是真值得咱笑念的人。蒋金基女士是一八九三年出世伫新竹琼南的所在，老爸叫做蒋平仔。 啊，占平在去奉称河做占秀才，原因著、就是伊有读过真好，伊有受过真好诶教育，啊学问真博，所以逐个人会叫占平在先生叫做占秀才。啊，伊目睭中著无迄个讲啊，做查某囡仔较无重要，查甫诶较重要，即、这个。 江老先生无即个想法，所以江金枝老师细汉诶时阵就去学校读册，啊，毋但是安尼，老爸佫互伊读到伫中学，起来伫台北今仔日诶所谓中山女中，伫日本时代叫做第三高女，啊，古早诶社会有迄、那个。 啊，譬如讲，搁较早叫做指白订婚，啊，有诶是囡仔伫细汉，啊，因为是大人交陪正好，啊，所以双方就约定，讲你诶查甫囝大汉，我诶查某囝大汉，啊，两个就结做夫妻。张金枝女士伫七岁诶时阵，老爸就做即个决定，啊，甲。 即个张七龙医师，第已经有配合势，所以二十岁因两个人就结婚。张七龙医师落尾有听伊个兄弟，特别是伊的兄弟个鼓励，啊，就对新的搬徙到伫后山红林的所在伫下来开业，啊，看。 病哦，啊！伊诶病院叫做仁寿病院啊，这里、个、是伊伫啊开业啊，然后伊嘛栽培伊诶囡仔，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拢去日本读医学啊，倒当来拢真侪是医生啊，甲伊伫风林诶所在伫看顾当地诶病人。 张七龙医师，伊真敖看病人，啊，伊个囡仔对病人拢真好。其实张金枝女士佫较是安尼，伊拢会真注意来看病的病人，伊个经济能力有困难啊，无，啊，所以因真敖照顾才会送重艰苦的病人。 安尼，咱来当看见张金基士，伊毋但是读第三、女学毕业，伊本身毛学习过，怎样真侪一个做手术，啊，伊个是一个伫医疗诶顶面也、啊、有学习过，所以病药房诶工作、护理诶工作，伊诶先生张七龙，伊诶今日。 到骹手伫病院工作，的村个只个甲药仔啦，啊，逐病人换药仔啦，等等只个工课，拢伊担起来做。啊，厝里并无请护士哦。但是伫一九四七年四月初四，伊个丈夫甲伊个囡仔受害了，啊，伊、這个家属即个张七龙。 先生的教事就开始安尼，一直渐渐衰微落来。江金枝女士，我头先有讲，伊是真够体贴即种艰苦人的一个医生娘，所以伫家庭发生灾难的时，才会过去给伊照顾过一病人。 就拢利用机会倒返来，甲因做伙，也甲即个家庭家庭真济温暖。张七龙先生，甲早是日本时代、日本统治诶时代，真济台湾人诶知识分子共款，拢是认同中国叫做祖国，日本是外来统治者。 所以，拢会想尽办法去参加中国国民党，啊，来反对日本。啊，有个人甚至会走去中国加入国民党，有个人甚至会加入国民党诶部队，啊，来抵抗日本诶军队。啊，这拢是伫日本时代统治诶时代，目法想过。 一九四五年前后，啊，中国国民党有派一群人来台湾，叫做办理接收。哦，啊，遮个来台湾接收的有真济台湾，毋是真济，有一部分台湾人就去互台湾人，甲伊叫做半山。安尼著是讲，因是对台湾去中国读册，或者是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部队。 张治龙先生是加入伫国民党内底，啊，伫抵抗日本统治嘅。战后第二次大战后，伊就被选做国民大会嘅代表，阿嘛是就爱去中国诶南京开国民代表大会。啊 一九四七年，伊去南京开会了，倒当来，啊，身躯无好势，所以伊个第二个囝，哦，安尼，有，有三个囡仔拢做医生，啊，一个第四个囝儿，迄阵还伫淡江中学咧读册，大汉个囝，大汉个囝叫做。 张宗仁啊，第二个叫做张仪仁，第三个叫做张果仁。啊，伊对南京倒来了，了是张仪仁，伫新科边家照顾。啊，一直到当时一九四七年四月初四暗，伊伫西新科了，听到有真紧伫弄门的声。 以前伫凤林诶一个山骹，遐有伊诶兄哥留一笔田园，啊起一间安尼真水诶迄种读册人，咱较早伫讲私心第大诶厝，爱间厝因就台叫做太古。 早哦，啊，太古早，即间厝，伊去伫遐休困，啊无拍算拢门的声，声真大声，伊就爬起来开门哦，辛苦洗了，啊起来开门，无拍算一个开门，病啊就走入来，啊就家己掠去。另外，即农民是伊的仁寿病院，啊伫遐有大汉症。 有大汉囝、中人、第三囝、高人嘛，拢去互掠去。啊，伊甲伊人安尼一口罩式诶查甫人，拢掠去，拢无讲虾物理由，即就互部队伊掠去。啊，感觉真奇怪，啊问袂出原因，啊，逐个真着惊，迄是暗时诶时阵。 隔日天光啊，隔、哦、日天光，伊的太太张七龙先生娘弟是张金枝女士，就早、是就是、四列便当啊，一直探听，逮掠丈夫，佮掠伊的今日去的迄个部队伫倒位，啊，去探听了，伊就去哦，啊，伊去的是送四列便当去。 阿、啊、部队干那收一个便当，退行伊三粒便当，啊，伊感觉真奇怪。诶时阵，有一个兵仔、啊、偷偷甲伊讲，讲恁兜有三个人昨暝已经枪杀，安尼著是四月初四暗枪杀，阿嘛埋葬伫恁的附近望阿婆的所在。 即是收一了便当诈死了，收一了便当体型伊三粒，所以后来伊就倒转去啊，然后就决定想办法去凤林因大附近无介远的所在，望阿宝伫遐来憔悴。遐尸体到底是安怎样？ 后来才知影，讲是四月初四暗十一点外，就是有遮个当地的原住民住伫较郊区的原住民，就听到枪支的声，佮有听到人伫嚎叫的声。安尼，迄是原住民后来甲詹金奇律师所讲的：“男性广告者休困一日，才佫来继续。 一九四七年四月七四暗十一点，安尼张七郎遗师甲伊诶大汉囝。安尼第三件，第三件是个人，大汉囝是众人，拢枪杀去。后来才知影张伊人无死诶原因，就是因伫张伊人诶身躯顶着诶，敲着诶物件，就是虾米有一个。 钱袋啊，内底有一张一张奖状哦。啊，即张奖状伊夹伫钱袋啊内面。啊，这是蒋介石发诶奖状，伫多谢伊，啊嘛多谢因厝里伊诶老爸，因只个兄弟对部队诶贡献，因为当时对中国来只个兵伫。 二八事件也好，也是讲伫中国战争的中间有真侪伤兵，啊，因有参与伫救兵啊医疗工作，所以伊无称杀。但是张七龙先生称杀啊，伊个大汉囝张宗仁嘛称杀，第三囝张高仁称杀。 庆生的时，张七龙先生五十九岁，张宗仁医师三十一岁，个人二十五岁。啊，咱就当看出，这是几个家庭拄到即种诶灭门诶灾害哦。张金枝女士依旧利用天的曝光诶时阵。 啊，著走去揣啊，走人家伊讲，啊就走去望啊，波揣后来才知影部队家，伊的丈夫张七郎疑似枪杀，各家伊的儿子枪杀了，啊就去逐代。按、啊、去找啊，找到哦，找到的原因就是在望阿波的所在，有看到迄个新的土啊，然后看到的脚哦。 安尼就是讲，因利用十一点清杀了啊，伫埋葬个时，可能暗时啊，埋葬个真无好势啊，然后将尸体就家伊清出来看着毋过，迄阵部队有真严个警告，绝对袂使将尸体家伊扯走去。啊，伊就去交涉，伊讲哦，我袂防灾，我会会暗暗带伊扯倒倒去厝哦。 所以部队有同意当时诶兵仔有同意，诶指挥官有同意，詹金枝女士就用牛车啊，将张七龙医师啊、张宗仁、张高仁两个名儿啊，搭扛伫牛车啊，然后用草蓋蓋蓋蓋蓋蓋啊、砍砍诶，四月七日安尼，著是天都曝光诶时阵啊。 点点车等于到伫厝林个所在哦。伊等于到厝，头一个空隙，就是因个身躯干那剩一领内裤。啊，咱得当通知影，衫裤拢去互遐兵啊扒掉。因当时伫骗即个张义仁去个时阵，去厝林掠。 张七龙医师啊，伫片场怡仁，就是第二后生时是甲伊讲啊，部队内底有人破病啊，麻烦你去间看一下。啊，伊想讲老爸甲小弟拢无伫咧，伊就即种药医药地关咧啊，结果医药地马龙中没收去，咱就会当看着，这一世是真残酷哦，一口罩。 老爸佮两个兄弟安尼，就是将金基老师诶，丈夫佮两个囡仔身躯诶衫裤拢去互部队剥了了，哦，啊，剩一领内裤。但是伊将这尸体一个一个抬墓咧，啊，用牛车车登去到厝。伊讲车登去到厝了，就是揉身躯、洗身躯。啊，因为迄阵有讲点点袂使出声。 伊就走去凤林嘅教会，安尼当时有一个牧师叫做池福经牧师，池福经牧师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个老辈嘅牧师，啊，咱嘛会当通知影，凤林基督长老教会是张七龙耶稣。 提前出来买土地，起礼拜堂，起起来的一间教会。所以，徐福真牧师真熟悉这个家庭。伊有一个仔，落尾伫徐福真牧师有一个仔，落尾伫台北艺术大学伫遐做音乐系的教授，叫做徐颂仁哦，徐颂仁教授。 伊个老爸是福清牧师，就去伊将金基女士个厝，带伊个家族个人，啊，佮有真侪原住民哦。因听到即个消息，即阿美族个原住民真着惊，毋过嘛真受气，因拢真勇敢，就去参加迄个告别式，迄、那个对思礼拜。 后来，因就将迄个江金吉女士，就将丈夫张七郎先生佮两个囡仔，拢伊埋葬伫因徛起的所在啊，即、這个山卡的园子的内面，因家己的园的内面，搭安葬伫迄个所在啊。 这兄哥，伫张七郎先生诶，兄哥啊，伊是一个画家，嘛是一个书法家啊，就伫迄个蒙牌碑文安尼写啊。这个兄哥，伫张彩虹先生，伊就安尼写张七郎张宗仁、张高仁、白敬、周兰哦，遭遇着灾难，这个灾难之梦。 啊，写一日记就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初四半暝，啊，然后两边边在写讲两个小二做伴，满腔哦，满枪热血撒娇远哦，这是即个行歌张彩虹所写伫迄个蒙碑的顶面，一九四七年。 迄个时阵，江金枝女士是五十五岁，所以对四月初五知影丈夫甲今日四去，伊处理好势。四月初六就举行告别式，啊，然后就埋葬。哦，四月初七、四月初六整理好势，啊，四月初七就埋葬。 然后，伊就甲厝里大细囡仔，逐个拢安尼讲哦。咱毋通哭，咱爱活落去、哦。你看，遮严嘅负责人，伊讲毋通哭，爱活落去。后来，伊就安尼讲，伊讲伫即种灾难诶时阵，唯一互伊体验到会当活去去，就是信仰。 伊所相信诶上帝，伊讲即个时阵，伊才发现只有上帝会当带伊个家族活落去，嘛是唯一,一是会当活去诶所在。江金枝女士，伊真爱吟诶一首诗，嘛是张老花一首真出名诶诗。一首诗，伊、就、讲、是、有时咱经过清净和平。 河边哦，这首诗在写安尼讲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堤、树木真青翠的路边，有时咱拄着大油门流目屎，若经过大风烟的苦海，免烦恼心平安，我可主免烦恼心平安。 啊，第二只是安尼讲，有时咱拄着规群凶恶对敌，包围咱四边要攻击；有时咱拄着大自然真艰苦，地搞咱心失望，看无落，免烦恼，心平安，我靠住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 伊定吟这首诗，啊嘛，带伊诶两个酒馆诶新妇吟这首诗。但没，但没，江金基女士在招伊诶两个新妇啊，吟诗读圣经，吟诗读圣经，来经过这段苦难诶时间。江金基女士非常清楚。 即马毋是伫悲伤个是伊拢甲伊个媳妇讲，即马是得爱来想咱以后诶日子要安怎过，咱得爱学习安怎活落去，介重要。然后伊甲家族内底所有大大细细拢讲一项，爱将咱诶苦难交托互天顶诶上帝，伊会帮咱。 伊虽然是安尼在讲，当然咱会当知，逐人若去乡里做事，逐人若是去做工，啊，伫看着埋葬丈夫兼两个囝儿，会望心就艰苦，啊，会流目屎哦。但是伫流目屎中间，伊犹原是安尼讲：好佳哉，我有信仰。如果若无信仰，伊讲哦。 那今仔日我无信仰，我可能拄到即种诶灾害，我就已经自杀来死去。基督教在讲信靠上帝诶人会得到上帝祝福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当基督教诶信仰在讲上帝祝福诶时阵，请会记伊在讲即个祝福诶意思。 毋是亲像咱一般诶人伫讲，啊有好诶地位，有真侪诶钱财，啊有,、就是、有真侪应邀诶代志。伫讲，上帝赐福，著是互你伫苦难诶中间有真强诶生命力，承受苦难，赢过苦难。多谢你半时间收看即个节目，咱明仔载当继续。 平安。